这就是灌篮第二季追梦队的球员们，你们好，我们是福建华侨大学男篮队，我们一直在关注着你们，今天我们向你们正式发出挑战。你们刚刚成军，而我们是 CUBA 九冠王，想要在今后挑战世界强队中取得好成绩，就要先过我们这一关，你们有胆量接受挑战吗？想什么来邀请他们来打，我真的想不通，打他们就跟打小孩子一样。我觉得我们相当有信心，谁来我们都不怕，来吧，不再怕的。大家觉得我们能赢他们吗？能，反正我觉得是没有太大的问题。对，没有任何问题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哎，来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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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二三，准备。